第十四届中华民国证券暨期货金银奖杰出期货人才奖得奖人，群益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毛振华执行副总经理。毛振华执行副总经理致力于 FinTech 发展，早在2008年便自行开发超光速下单系统，深刻影响本土市场交易系统模式。此外，毛振华执行副总亦积极参与海外交易所会员，建立多元与全球性业务团队等诸多重大策略，并带领各业务单位获利屡创新高，更主动参与证券期货相关委员会，并针对多项重大业务面、市场面、风控面等改革进行建设性提议，有助于期货业成熟发展及维护市场秩序。毛之富有你真好，加油！得奖人：元大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高毅瑞资深副总经理。高毅瑞副总累积近20年的证券业务拓展经验，深深了解证券端的客户的需求。这次得到杰出期货人才奖，我想是评审看到我们在 IB 业务推展上的一个努力，以及对于我们持续扩大期货市场板块的一个肯定。高毅瑞资深副总不仅致力将期货与选择权商品推展到 IB 通路，成为全台超过60%以上证券公司的上手期货商，亦督导元大期货研究部与顾问事业部在推动短频式研报、图像化研究产出、数位研究推播等创举，并导入新创顾问平台，包含线上直播、签数、支付以及推动智能交易完整解决方案，让不会程式也能进入程式交易，让期货交易变得更为简单，广受投资人好评，进一步促进证券期货市场解决发展与成长动能。